是曝光踩泥巴让他超崩溃，被爸爸出卖，从小很会背三字经。今天是我们的强强15周年出道计划，我不想看，要不要跟爸爸一起来看？不知不觉，当年的黑社会强强已经出道15年了。你还记得你出道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吗？我知道是我猜。你知道主题是什么吗？我当然记得是长腿天行，好吗？到现在目前也是。你弄那么恐怖的东西，到底弄什么东西？你的脚这样才恐怖吧，恐怖吧！爸爸他可以看恐怖的东西。Rebecca， 烦啊！你找到的名字？对 ，R E B A C C A。先来看看第一位 Rebecca， 爸爸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呐！天哪，天哪！我一点不想要看这个。OK OK， 那不然我们换看这个。中狗强。草皮啊，我不敢踩。下过雨那种湿泥土啊，把脚给我看，我真的会扁掉。真的会怕。我要吐了，我要吐了。关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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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还会怕泥巴？但泥巴不行，干泥土可以。但泥巴是恶心，恶心。那你那个时候怎么找到黑社会的？因为他是跟我猜同一个公司，所以他打电话叫我去凑人数，人数就叫我去录音。那怎么那个时候叫李贝卡到黑社会叫强强？强强是人家帮我取的名字，是我前面的那个人帮我取的。啊，你为什么不继续叫李贝卡？因为那个很难，你 RBACCA。好啦，看完黑历史的强强，其实以前的他也有人模人样的时候。强强曾在90配 MV 中出演亮相凶器的女明星，一旁强爸被问对女儿一路走来的演艺路有何感想？没有想说他会变成明星吗？没有想过他会去走这个明星路。我以前就希望他当律师、当医师、当老师、当老师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的讲话逻辑还是算不错，如果当律师，未来也是一个大律师。真的假的？假的。他是从小就很爱讲话。我跟你讲，从小我发现他唐诗300首，我教他去念，一个礼拜还可以一本书跟我背起来。三字经。三字经。Fuck you， 妈的。